师傅，那你说人呀，就是睡一觉就走掉，一般就是就这样上哪一个道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就是睡一觉就走了，睡一觉走道嘛，至少天道，嗯，哦，至少天道，哦，好，能够睡一觉就走掉的人，至少上天。哦，你说这个天道就是玉界天，是这样？哎，玉界天嘛，下来一点嘛，最差嘛就是阿修罗呀。哦，